台湾人话组织无相共，讲话语音唔呐腔无共，有真侪话听无外国人。第一饭后趣味提来讲，来开心男的今日小妹来讲一下，来，请。洛江人讲话无相共。洛江人讲话无相共，哎呦，好注意哦，哎呀，注意哦。哈，无，这么喜欢那个讲话哦。啊，是洛江腔的。哎，恁敢知呀？即马吼，洛江在地吼，有80%哦，拢是泉州人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洛江腔嘛是泉州腔。对。因这泉州吼，较早嘛出真侪即个古人甲状元，啊，因的先民哦，怎爱吼，哎，规阵人吼，怎爱以咧咱的洛江的定根就对啊。哦，底下扎根的，扎根对啊，老师讲定根。好啦，你对定根嘛，我紧呢，定我深落吼，因为是吼，你咧开嘴吼，人就知影，哎，你洛江腔咧，哎，听到真趣味，啊，咱这漳州的人吼，都会模仿一下，甲学一下。哎，俊哥，来，你咧学几句来。洛江人啊，讲话无像东哎。哦。洛江人讲话无像东。啊，你听无就是。啊，我好像讲很。很难听哦、喔。不会啊，不会啦，别啦，别拜。啊，系啊，系啊。所以讲哦，各所在咧有各所在这个腔口啦，啊，这腔口来讲哦好啦，讲无好，真正有那些讲会感觉足歹听。系啊，啊，不是干那腔口无同咧，有真侪嘛讲话无同。像讲咱南投这山顶人啦，哦，咱的南投山顶人来讲，看会到的物件讲做虾。哦、啊，若看袂到，讲做香啊，香啊，啊，讲两粒卵，讲做两粒卵啊。哦，对，我南投就是啊，讲两粒卵啊。不要哦。哎，有诶，讲真卵，讲真糯啊。真糯。哎呀，啊，洛江腔也真侪啦，肯定恁阿公啊，哈。肯定哦。啊，无啦，我是讲啊，肯定诶，你有听做恁阿公啊啦。肯定做阿公。哎，啊，是讲迄个洛江腔，迄个剪刀是变哪讲？洛江腔吼，洛江人讲剪轮啦。啊，剪轮。哎，剪轮啦。哎，啊，口袋怎么讲？落地啊！唔是啦，洛江人讲通鬼啊啦。啊，刚刚哪里我问你，肉丸咩来讲？哎呦，肉丸就肉丸呐，讲可能讲完。哦，就是。唔是啊，洛江人吼讲肉回。啊，肉回。对对对，啊，咱那洗发精洗头毛吼，啊，起泡泡。哦，安尼讲。其实文波啊。对啊。哎，唔对。不是啥物。人洛江人讲做布公啊。布公啊。布阿妈嘞。对啊。对，真趣味，哎，真可见吼，迄洛江人吼讲话无相同啊，而且千真万确。咱今日只个讲洛江人讲话无相同哦，嘛是无相同啊，好，不管你啦，虽然腔口无同款，啊，不过哦，迄个同胞爱啦，还是讲疼惜心是永远拢啊，咦，有相同。